评剧秦香莲，天津市评剧杂菜剧团演出，王冠丽饰演秦香莲，孙露阳饰演包拯，彭建东饰演陈世美，王文涛饰演王延龄，王海平饰演韩琦，赵如意饰演国泰，施丽红饰演黄姑，王志海饰演张元龙，陈晨饰演刘婷，李林饰演东哥，李梦瑶饰演春妹，翟少春饰演王忠，梁国栋饰演大太监，陈晨饰演王朝，李建民饰演马汉，陆海涛饰演张龙，张健饰演赵虎，司古丁培板胡王东启。是店房、哦、此处正是店房，您可是要住店呢？是啊。哦，那您随我来啊。是。哎，来来来，您坐这儿啊，来来来，坐这儿。听您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吧？我乃湖广郡州人士。湖广郡州，哎呦，这道可不近。请问老伯贵姓高名？好，小老儿张元龙。哦，原来是张家伯伯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还用点什么吗？不有什么用的。哦，那天不早了，您就早点歇着吧啊。是。啊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我与你打听一人，你可知道啊？不知，您打听谁呀？三年前，有一陈世美进京赶考，如今杳无音信啊，老伯
可知道此人母？陈世美。嘿，您呐，算打听对了。母，老婆，你与他相认吗？岂止相认，三年前他进京赶考，就是住在我的店中。知道了，这就好了。哎呀，他还大病了一场，是我小心照料。病好之后啊，这一入考场就中了头名状元。孙母，他得中头名状元了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哎呀，他不但中了头名状元，还被招为东川驸马。是他爹七世。哎呦，原来是陈夫人到了，小老儿不知，还望恕罪。不敢呐，老伯，我母子初到京城，不知路径，唤老张家伯伯带领我们母子前去才是啊。陈夫人，您看今日天色已晚，但等明日一早我把你们带到紫池宫，您看如何呀？多谢张伯伯。哦，那你们吃饭了吗？娘，我们饿了。哎呀，到了这儿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，别客气，走走走，吃饭去。哎，走走走，让我吃饭去。哎，吃饭去喽，快走，吃饭去喽。是驸马的县里到了。您怎么不说是夫人到？本是说县里的好啊。待我给您说去啊。有劳了。阿门。哎呦，您瞧多威风啊。是啊，门官老爷请来见礼。做什么的？您给通禀一声，就说驸马的乡里求见。往下站。是。哎呦，这事儿行了，一会儿啊就能看见你们爹爹了啊。是啊。嘿。他在元军家下未曾受过乡里杯水之情，念你们远路而来，赏你们饱餐一顿，快快走去。好一个当今驸马，身居皇宫，怎么连乡里都不见了？陈夫人，兴许是驸马爷一时想不起来，你要说夫人到了，他不能不见吧。哎呀，老伯，想我们母子满面风尘，衣衫褴褛，若说是驸马的夫人到了，岂不是与他脸上无光么？老伯，你就说我是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，我一定要见。哦，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，好，我给您说去啊。阿门。哎呦，陈夫人，还是您自个儿说吧。
门官老爷，我这厢有礼了。请夫人施礼为何？有劳门官老爷与我通禀一声，就说我并非平常县吏，乃是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，我一定要见。往下走。是。陈夫人，这回驸马爷是肯定见您了。但愿如此。哎呀，嘿！陈夫人，我家驸马爷倒不管什么东阁之母、春梅之娘，念你们远路而来，赏你们一府三套，纹银一锭，快快走去。我母子千里而来，岂为了银两衣服啊？你呀，你快快收回去吧。不要，不要就罢。这是哪里话题呀？陈夫人，您就说实话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孟官，你当我是何人到此啊？你是哪个？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。一切止口。说我家驸马无有原配夫人，纵有原配夫人，不是乘车便是坐轿，岂能像你这狼狈的样儿？你如何是好？我自有道理。啊，冷官，我来问你，你家驸马出于失误，可是要拜庙上香？正要拜庙上香。这就好了，如此说来，就用不着你去通禀，等你家驸马拜庙上香之事，我一把拉住脚杆，向着恩爱。不过我们夫妻，你这小小的孟官哪，当得陈平我一句话，当不陈也凭我一句话，我们要走去了。张伯伯，我们暂且回去了吧。哎，对，回去吧，来来来，回去。哎呀，先生，我也是啊，这恩爱不过他们夫妻，倘若夫人真的到此，我这小小的门官岂能担当得起？哎呀，这有了，今日乃是我家驸马寿诞之，他若不知，定是冒认官亲，平夫人。此事公有一大喜之事，你可知晓？啊，我怎能不知？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。果然是夫人到此，小人不知，还望失踪。哎呀，快快起来，就该放我们进去才是。夫人有所不知，是才驸马不让小人再去通禀，我若再去通禀，驸马怪罪，哪还了得？可也是啊。孟官老爷，您给出个好主意呀、啊！师姑，有了。要见驸马，这却不难。夫人，你要我舍？你舍什么？舍下你的半幅罗裙。哎，要他何用？驸马怪罪，我也有言答对呀。哦，是我明白了。是金龙，倒叫我心不定。了一天，张伯伯你且在门外等，叫东哥和春梅去禀娘亲。
门来了秦夫人，他往里面闯，不忙外边迎。他也拉不住，这也拉不平，不骂不平气，现有半壶陀螺。如半副罗裙，定然打断儿的狗腿，还不滚了下去！是是是是，转来。公主回来，速报我知。知道了。你的家藏在身体可倒好啊，我是你七七相连，难道你两眼混花了不成？难道我还不知你是亲相连？你呀、啊、你大不该来。你离家散在杳无音信，为妻十分悬念，带领儿女前来寻找于你，怎么你说我们不该来也啊？我也曾命人与你衣服三套问你一定，你就该速速地离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进得宫来，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可是怎样？怎么倒叫我们快快离开此地？你说出此话与心何人？Thank you.
我们需要这饭钱来找
这一双儿女，小小年纪，身上无衣，父内无食，倘若流落街头，必是挨门乞讨，东哥分配罢了我的气。哎呀，忍不得，我若将他们认下，天子之道定要将我欺君之罪。不忍就是不忍，看他其奈我何。禀夫人，我劝你们速速地退出宫去，如若不然，是你抬头观看，上方宝剑对你不利。这上方剑，这上方宝剑只占得有罪之人，我项链毫无罪过，你沾我不得。你擅闯宫院，辱骂朝官，这就是你的罪过。依我看来，这有罪之人倒是你。你欺瞒天子，召为驸马，就是不忠。自向着花忘却父母，你就是不孝。又看你自己亲生骨肉，你就是不认。不认结发之妻，你就是不义。我把你这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先忘旧忘恩负义的乡人骂乡人。求告于他，那咱路旁等候啊。是说，周有周欢，谢牛谢娘。
哪里所管哪里去告，老夫乃三朝元老，不理名辞。是喊冤人听者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哪里所管哪里去告，我家乡爷乃三朝元老，不理名辞，冤枉是大呀。好者是启禀乡爷，喊冤人言道，他的冤枉是大。啊，冤枉是大，冤枉是大。榜中有罗教，是罗教。喊冤人假无亲回话，是喊冤人近亲回话，是与相爷口头。这一民妇方才是你引导，你的冤枉是大，莫非你要告天不成？哦，我告天子出头。天子出头，哦，乃是个夫子，莫非你要告你的丈夫？正是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名叫陈世美。陈世美。帮主有将民妇带在轿后回府，是顺轿回府，谢谢好。
想是东平之上，许多是老夫的尊师晚辈，不如前去与他们是多有不便。你老想爹之见你，爹我之见我，此时大皇亲近，好，待本宫亲自把帐拜下就是。何以是？有酒饮拜下。是，酒饮拜下呀。才疏学浅，只怕是对答不上了。老相爷特遣了啊，依老相爷之见你，依我之见我。哦，老夫最爱听乡下歌词，方才在大街之上见一乡下女子，怀抱琵琶，唱的那歌词么，倒也日耳中听。何不还进宫来唱上一唱？村歌土调不听也罢。怎么，驸马刚刚进京三载，连村歌土调都不爱听了吗？不不不，就依老相爷。女士有长戒去找。是，慢来慢来，今当驸马守旦之日，宫中之人忙碌得很，就叫我这老管家去上一趟吧。有老鬼官郎中。有大街之上把那唱歌词的招来。你可不要找错了。啊，是是是是是。老乡爷请酒。请请。我乃湖广郡州人士。哦，湖广郡州人士，不错不错，但不知你们哪里都出些什么人才呀？我们哪里读书之人十有八九。哦，读书之人十有八九，可算是礼义之乡啊。本来就是礼义之乡。若不是礼义之乡，怎出得了驸马你这样礼义之人呐？老相爷夸奖了啊！请酒，请请请，随我来。相爷，参见相爷。罢了，进不驸马。驸马，不要出去，别忙。驸马与他相认？并不相认。既不相认，又未曾歌唱，因何将他轰了出去呀？这，老相爷，
你看他面黄肌瘦，未必会唱啊。哦，你说他面黄肌瘦乃是我的，谈之谈他未曾夹到一个好帐篷。只落得抛头露面，长街卖茶。驸马，你若看他可怜，稍事唱完之后，你何不好好的周济于他呀？周济于他，唱过此地，可会《春秋左传》？不会。两汉隋唐？不动。轰了出去！慢来慢来，驸马。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老乡爷，我问他《春秋左传》梁汉隋唐，他是侧侧不懂，这还听得什么歌词啊？我想这歌词么，只能听个离合悲欢的故事。你问他什么《春秋左传》梁汉隋唐，他哪有驸马你这样之术命理呀？好。就依老相爷，叫他随意的唱吧。好，唱歌词的。相爷，驸马叫你随意的唱来，但不知你唱过什么歌词啊？相爷，我怀抱琵琶，能诉我本身之苦啊。好，驸马唱歌词的言道，他怀抱琵琶，只能诉他本身之苦。我想这苦歌词莫倒也日耳中听啊，苦歌词入耳中听。嗯，女士，有叫他廊下去唱。是，廊下唱，堂上唱，廊下唱，堂上唱，廊下唱。告辞。老相爷，老相爷，老相爷，怎么？为何取信特急呀？非是我取信特急，驸马，老夫上了几岁年纪，这儿有龙也有花，你叫他到廊下去唱，我是听又听不清，看又看不真，岂不是耽误我听歌词？我呀，我只好是告辞一走。慢来慢来，好。就依老相爷，叫他堂上来唱。这便才是。唱歌词的相爷，驸马叫你堂上唱，你把那琵琶顶得高高的，嗓子润得娇娇的，唱好了驸马他。我有赏你，相爷。心中有苦，唱出的歌词么自然是苦的。我想这苦歌词么原本要苦，苦歌词原本要苦啊，总得要苦。好，那就叫他哭。你倒是唱啊。是。唱的是花堂上奏君豪饮其麦茶，
听到这里，我倒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来了。哪句话来？古人云：“夫妻有常随之乐，想着恩爱夫妻，必然逢场不随。”常不辞地言道：“他的丈夫在上面欢乐饮酒，妻在下面穷途卖茶。”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啊！什么文章不文章的？老乡爷，请酒。请请请，你倒是唱啊！好好的，你这是做甚呐？他提起我家驸马爷的名讳来了。我想这世间之上，同名同姓人居多，只许你家驸马叫陈世美，就不许旁人叫陈世美了吗？你家驸马都不怪罪他，你倒在一旁动口，真正的大胆放肆下账。驸马，我说的对也不对呀？老乡爷说的对呀，只是以本宫之见，还是把那个陈世美免了的好。怎么免了去？免了去。哦，免了去，免了去，唱歌词的。乡爷，驸马叫你把那个陈世美免了去。哎，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。怎么免了去就不成歌词了？免不得，免不得啊，免不得，免不得。驸马，唱歌词的言道，把那个陈世美免了去，就不成歌词了。我想这歌词中的陈世美与驸马你，又有什么相干呐？是啊，歌词中的陈世美与本宫有的什么相干呐？本宫不怪。唱歌词的，你要知道，此乃堂堂公院，当场。唱不当唱的不要胡言乱语，掐头去尾马马虎虎唱上几句出宫去吧。老乡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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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又要走啊？你叫我走，我是焉能不走？本宫也未曾叫你走啊。驸马，想着歌词我听了头不听尾，不知他的归根结果；听了尾不听头，不知他的起始缘由。你叫他掐头去尾都免了去，这还听的什么歌词啊？我呀，我只好是告辞一走啊。慢来慢来，好，九一老乡爷叫他从头至尾有始有终的往下唱，这还罢了，唱歌词的相应驸马不怪罪于你，你就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仔细地唱来。是。
探子不见，只落得寂寞而人。驸马，驸马，啊，驸马！老相爷，你这是怎么样了？适才吃了几杯冷酒，肚腹有些疼痛。怎么，你的肚腹疼痛？是啊，女士，与他几两纹银，叫他出宫去吧。慢来慢来，驸马，你的肚腹疼痛，老夫我倒会治。怎么，老相爷会治？待我与你治上一治。这位大人请了，今当驸马寿诞之日，我们大家前来与他拜寿。他坐在上面是大模大样，样样不才，分明是看不起我们。我们大家，散了吧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老相爷你吃醉了吧？你的病怎么样了？你治得好。你说他唱得好。我说你治得好。你说他唱得好，你就往下唱。是。招进京来，她的丈夫是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啼。只见新人笑。老相爷，你只顾听歌词了，你倒是饮酒啊！这歌词要听，这酒也要饮呢。这酒都冷了。又倒是冷在口，热在心。你倒是唱啊！相爷，我心中慌乱，唱不下去了。哦，想必是累了王忠，带他到廊下歇息。是，随我来。是，谢相爷。
吗？方才这段歌词唱的是阵阵凄惨，我想他的丈夫若是听见，定能回心转意，将他们认下。驸马，若是你，你认也不认呐、啊？本宫也无有此事啊！什么？你无有此事？无有此事！你，驸马，这就当真的论了。何为师？有唤暖就前来。是。驸马，这厢来。老相爷演讲什么？方才唱歌词的言道，他的丈夫也是个举官的，你可知他是哪家大臣的宝眷吗？本宫哪里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宝眷呐？什么？你不晓得？我不晓得。你不晓得，我倒晓得。怎么？老相爷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宝眷？我看就是你。老相爷，你吃醉了吧？驸马，像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，你就该将他们认下，不宁激发之气，也要看在下世的父母和你那一双不哭的孩儿。来来来，驸马，你就将他们认下了吧。哎，本宫得中之时，也曾奏明圣上，家中绝根无后，哪有什么七十二郎找进京城，万无此事。你这的不认，老夫我倒明不了。你明不过来，一则你怕万岁知道落意欺君之罪，二字与我弟子包拯打赌之事，我看这都无妨，你只管将他们认下，等我弟子包拯陈州放粮回来，我与你二人结合此事，一道进殿东门，万岁若是将罪不免吧。听说老夫这定前程，也要与你打打带当代。老相爷说出此话，本宫也明不了。你明不过来，想是你与你弟子保证定下一计，想要加害本宫，你倒是也不是。驸马，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夫妻团圆，你怎到屋来气老夫来了？你呀、啊，你真正的不知好歹。本宫之事不劳相爷多管，我劝你还是认下的好。要认，认。我认他何来？你将他们认下，带回府去。当你反叛之时，叫他与你唱上几段春歌楚调，岂不是啊？任我将。哎，不口不心你不听，要定压官不认亲，似你这不义人。相莲快来，来了。相爷唤我何事啊？老夫再三相传，他只是不听。你呀，你告他去。我到哪里去告啊？我的
李子帮臣陈州榜样，不知今今你到哪里去干？我向高相爷欢得朝来，乃是千户后用，我是弥留之辈也爱记不上啊，爱记不上啊。后有成状，我是怎样的告发你？子陈状哦，有了。你来看，这是老夫不知小善，你把他顶在头上，拦叫喊冤，一告便准。趁老夫在此，快快吃风去吧。是是，谢谢。人冤枉，这边才是快去。遵命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就是他强盗杀人的凭证，包相爷那里。Thank you.
伤口有血，子持弓去。寒气失声，今在何处？在徒弟此。勇士们，有你们哪一国认识寒气？小人认识寒气，去到徒弟此内前去看来是否寒气失声。遵命。兵符站起来，谢相爷。嘿，启禀相爷，徒弟此内果然是寒气自问失手。兵符，取些陈状，开封府去告。相爷，状告当朝驸马，状之无人敢信。无人敢信，阿寒在，将他带至官带收听些状，马国不协抓来见我。遵命，随我来。谢相爷。好，有命你到子时宫与驸马报信。小人将说什么？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还朝，行至京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将韩琦带到开封，请驸马不额服一事。遵命。将寒气失守，用芦席遮盖，好好看守。遵命。回传开封。啊！是。
马过府一事，有请有请。驾到，未曾冤情，当面恕罪。岂敢，本宫来得鲁莽，明公害汉。岂敢。驸马可知汉起行凶之事？本宫正为此事而来，就该将汉起带上堂来，本宫要亲自审问。哎呦，大义寒气，相连母子上了堂。参见相爷。驸马公，驸马公，可认识他们？韩琦拿枪取了他，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，真的到。大胆贫夫人竟敢诬告我父韩琦，休走看不清。且慢，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，一言未发，为何张前就杀？我杀了他再问。杀了他，你还问的什么？这个什么？如此说来，本宫莽撞了。你特意替莽撞了，三人千里迢迢招进京来，驸马公就该相认的才是。我认的什么？认下你那七十二郎。哎哎，本宫命你身为汉旗，你到判官旗本宫来了，内侍顺将回府。且慢，哪里去？上殿东门。本参何人？本参你保命公。我无私无弊，参地祸来。细说本宫还说无罪吗？你这一本走得大义有理。哼，无理我也不来。驸马公既然有理，就在开封将了吧。
Oh,
臣之美，上前之对夫人。乃是我莽中将。
人将我告，你敢把我这当朝驸马怎开销？
浮沉。要打要打是要打，不能不能不能。你随我把本将我开，臣要你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先擒。Thank you.
韩青，人来抢他的儿和女，娘叫你们母子不相逢，臣的红啊章。
金鸡，不知不准乱红旗，你今后放残风。实话。
火身让我担，他棍子手，陈世美打入冲杀案，you